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下水。我先下。下水都轻点儿。大姐，别害怕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救救我！救救我们！这可是两条人命。救救我们！姨娘，这咋办呢？我又没生过孩子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孩子，不行不行，到！救我！把孕妇送到安全的地方生产，掩护孕妇撤离。